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首先感谢各位能够亲临现场参加由 DXCon 国际信息科学学会举办的中国首届 DXCon 数字化转型最佳实践管理年会。2020年可谓全球数字化经济的元年，纵观当今世界经济正处于空前的动荡期和变革期，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专业人士认为，此次经济衰退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加严重，甚至堪比上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然而，任何事情都具备它的两面性，当疫情对部分行业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新兴的行业的繁荣，从而进一步倒逼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今天我们峰会的主题正是数字化转型。据统计，迄今为止，全球很多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失败率仍居高不下，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对数字化转型缺乏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认知。那么疫情所导致的经济衰退还会持续多久？我们的企业应如何从疫情中找到可持续发展和生存下去的动力呢？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和我一样思考同样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加坚定地认为本届DXCon 数字化转型峰会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相信此次峰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必将对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两天的峰会主题设置完全依托于国际数字化能力基金会 IFDC 发布的数字化转型知识体系 Verism 中的管理网格模型。那么什么是 Verism？ 它又和数字化转型有什么关系呢？首先 ，Verism 不但定义了数字化转型，同时还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框架、指导原则、管理模型、实践案例。Verism 的认证已经被 DXCon 国际信息科学考试学会指定为数字化转型官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ficer） 国际资格认证的必修科目。下面让我带大家了解一下 Verism 数字化转型的定义。数字化转型是指数字化技术应用为全组织层面带来的变革。其中包括了销售到市场、产品、服务乃至全新的商业模式。因此，数字化转型并不只是单纯技术的应用，而是全组织层面自上而下的变革、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不断完成自我颠覆的过程。 Verism 在拉丁语中含义是真理，和乌卡一样， Verism 其实是六个英文词组的一个缩写，其中 V 代表 Value Driven 价值驱动， E 代表 Evolving 持续演进，R 代表 responsive 及时响应， I 代表 integrated 及时整合， S 代表 service 服务， M 则代表管理 management。 其中 S 所代表的服务是广义上的，包含了产品本身。与此同时， Verism 还发布了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模型 Managed Mesh， 即管理网格。该模型将数字化转型分为四大维度，其中两个商业维度，即环境和资源维度，两个技术维度，即 IT 管理实践和新兴技术维度。其中资源维度包含了人员、资产、预算、时间、知识等企业的内部资源，而外部环境维度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法规等方面。基于这两个维度，我们设置了数字化转型与商业创新专场，以及以 GDPR 法律法规为环境维度代表的数据隐私保护助力数字化转型专场。管理网格中另外两个技术维度包含了新兴技术和 IT 管理实践维度，其中新兴技术维度呢，则包含了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 等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维度。 IT 管理实践维度呢，则包含了以敏捷、DevOps、精益、服务集成与外包管理 SIEM 以及数据管理的国际通用 IT 管理实践。基于这两个维度啊，我们设置了今天下午的新技术驱动数字化转型专场和明天覆盖当今全球主流 IT 管理实践的 DevOps Days 峰会。本次 DXCon 跟 DevOps Days 两天的峰会通过七大峰会场实现数字化转型全方位覆盖，为您呈现集数字化思维、实战案例、权威发布与 DXCon 国际数字化转型知识体系于一体的行业盛宴。我们坚信每一个议题都会为您带来数字化转型思维的启发与商业创新的灵感。此前或许大家对数字化转型都有一定程度的认知，然而今天我们希望通过这场峰会重构您对数字化转型的思维。最后恳请各位的谅解，
由于疫情的原因，我本人仍身困于欧洲，无法实现面对面的与大家交流，因此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为本届年会开幕。下面我们有请今天峰会的主持人施文瑞先生带您开启数字化转型之旅。施文瑞先生来自于 DXCon 总部所在的国家欧洲荷兰，曾担任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区的业务高管，目前也是 DXCon Verism 认证知识体系的授权讲师。Please welcome Stephen to take us begin ou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journey today.